今天要介绍的是南雅奇岩这个潜点。首先我们就是要开车到南雅奇岩对面的停车场，然后从桥旁边的楼梯走下去，走下去之后往左转就会到了我们今天要潜的地方了。其实没想到一下水就可以看到这么多这么密集的珊瑚，可惜很多都白化了。今天来的是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来看海石洞。可恶，没想到这边竟然会有这么一区垃圾，甚至还捡到一个破网，后来顺手拉起来，请人帮忙一起处理。然后这边就是海石洞了，坐在这边其实 view 还不错的哦。记者没想到回来的时候看到了东北角的稀客，可惜的是跟小琉球差很多，一看到我们完全就是逃命。这只已经快跟小琉球的海龟一样大了，前面两只跟这只比。然后今天的重点戏当然就是洞潜喽，一路上还蛮多这种地形可以玩的。不过这边这两个算是最好找的了，就在下水道往前看的那个石头下面有两个。这边钻洞其实还蛮安全的，长度差不多10公尺，深度5到7公尺。就算对钻洞没兴趣的人也可以来玩，因为这能见度相对其他人地方来比还蛮轻的，而且这边地形十分特别，很值得一看。希望来这边玩的人们，不管是陆地上的游客，还是来海里探险的潜友，可以做到垃圾不落地。因为这是在潜的过程中有看到一个谚语竟然在吃卫生纸，
唉，听起来十分哀伤的，希望有一天不会看到这个情况。